爱的来看你，对吧，大家？为了这次相聚，我连见面时的呼吸都总反复练习，言语从来没能将我的情意表达千万分之一。为了这个遗憾，我在夜里想了又想，不肯睡去。你要不要这么空啊？啊？送了我一张月票，免费的一张月票，你还让我还回去啊？你还能再抠点不？你每天看我直播的话，还浪费电费呢，要不要我把你家电费也给你交了？要不要？谢宇哥的票票，咋不要掉？怎么要掉？好尴尬。谢谢花青，太够意思了。我就那么一说，你就那么一听吧，不要当真。谢谢回音的票票，大家点击送月票吧，妹妹的月票往外走一走了，谢谢大家。把你免费的票走一走好不好，免费的一票送给我好不好。你不要再骂我了好不好。宝宝们，你们的这个周星更新了吗？过两天也能送。是你让我看见个故事莫开出花一朵，是你让我想要来听为你写一首情歌，让最浪漫的副歌你也轻轻。今天周天啊，欢迎仙仙。现在你今天好晚呢啊，今天周天我还说呢。我知道我就是我，我知道什么？这包掉咋办呢？我知道，等一下。我学会和你说一样的话，你总是要我在你身旁，说幸福感受什么模样，你给我的天堂其实是一片荒凉。要是我早可以和你，怎么没有伴奏感觉？伴奏呢？我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陪唱，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。如果你不想要，相对重要全藏，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。我可以不问刚着，只是为爱讨好，永远的看着你的骄傲。若有情太难了，想别恋要全藏，就算你连你的拥抱忘了就好。你真的好闲呐，醉了。
烦死了，就拉屎了。我去，这多多说话怎么那么粗俗啊？要是我早可以和你一刀两断，好的呀，我们就不必在爱里勉强。可是我真的不够勇敢，从来不忐忑为你心软。毕竟伤一伤，不要是心里带着伤。我可以用笑着扮演你的配角，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。如果你不这个说啊，想退出要趁早，我没有非要一起到老。我可以不问感觉，只是为爱讨好，乐园子看着你的骄傲。若用心太难了，想别人要趁早，就算迷恋你的拥抱，忘了就好。一句次怎样的说法都能出为理由，我在这样的爱情里看见的是我们的软弱。我可以用你的屁老子不唱了。不行了，我要疯了，我要关直播了。亲爱的小伙伴们，我可以永远笑着扮演你的配角，在你的背后自己煎熬。如果你不想要，想退出要趁早，没有非要一起到老。我可以不问感觉，只是为爱讨好，冷眼的看着你的骄傲。若有情太难了，想别人要趁早，就算迷恋你的拥抱，忘了就好。三班的妹子你在吗？打个广告呗。吴明答应我别发红包了，为什么？不，我要抢红包啊！不要这样子。三班的妹子你在吗？今天卡麦好不好？你卡麦吧。默默我在。那个，我卡一下麦，打个广告吧啊！谢谢默默。然后有想了解兼职宝贝呢，你们加一下我的好友，我在三号麦，右键点击我的名字加我为好友就行了。那咱们这个兼职是手机和电脑都可以去做的，一天呢一两个小时，赚个三五十很轻松，适合呢在家带孩子、全职妈妈、上班族啊或者是学生。只要你有一台电脑或者智能手机呢，就可以来做咱们这个兼职啊。那手机用户你们加不到我，可以看一下公屏啊，搜索一下我的 YY 号码12096072009，然后我带你们去了解一下。大概呢十多分钟左右就可以了解完的，不会浪费你们太多的时间。那咱们觉得适合做呢就留下来做，觉得不适合呢咱们过去听一下也是没有关系的啊。而且咱家的兼职是由梦梦担保的，宝贝们可以放心去做。赚到钱呢，都给你发点礼物啊，多支持一下咱们梦梦，对不对？那想做的宝贝，速度加一下我的好友啊，我在三号麦，记得右键点我名字加我为好友，然后手机用户别忘了搜索一下我的 YY 号码12096072009，然后我带你去了解一下吧。还有那个没咱们家直播通知我的宝贝啊，你们看一下，视频右下方有一个四方框，都点一下勾，点了就不要再点了。然后没有打卡、没有点心的宝贝都打一下卡，点一下心。还有没有加咱们家直播通知群的宝贝啊，你们点一下我发在公屏上面这个蓝色数字，都点一下这个群，然后咱们输一个六位验证码，都加一下。梦梦直播啊或者开活就是参加活动的时候都会在群里面通知大家的，然后都加我好友，求爆破，么么哒。拜拜宝宝们，要不要给我你们要不要一人抱我一下子，要不要一人抱我一下，让你们抱一下我就去睡觉了，要不要抱我一下？先一二三，你们要不要抱我一下？我、哦、进文字了刚刚。
没活人了吗？现在是采花期，现在是没有活人了吗？怎么一回事？都滚不了皮儿，弟弟给我，不要不要，别别。这都多闹，多不好意思。拜拜，宝宝们！直播室当中没有歌的话，打一个性感的勾勾。手机后点一下我们唐诗，明天下午3点不见不散哦。你们可不要来早啊！你们可以迟到，但是不要早来，早来的话肯定是我迟到。拜拜。